有关明年105年新北区高中职免试的一个会议方案，那么我们会依据今天7月3号104学年度免试入学放榜的一个结果，那么在广泛的收集各界的意见，目前呢初步的研拟的两个的一个方案，那么如果今年的分发顺利，再加上家长呢也能够呢接受这样的分发的结果，那么明年105年度的，我们希望能够延续104学年度的有关3等级12尺的206的方案，那么继续来做一个办理。那如果今天的放榜的分发呢，各界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这样意见的话，那基北区呢也已经研拟了7级108总积分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案，那么也就是呢让这个免试入学的3大项的项目包含了志愿序提高到36分，多元学习表现的部分也提高到36分，另外呢在国中教育会考的部分，每一个科目的部分分成7级那么5科呢总分是35分，再加上写作测验满分是1分，包含了0.8006等等的部分，那么在108分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案上面，那么以避免呢造成了高分低就这样子的一个问题。